Hello， 我江哥，今天来改车咯。今天这台车呢叫做卡林艾维尔龙，瞧瞧他帅气的大脚啊，四颗轮子啦，是不是很像某一台大脚车呢？我们来选一下颜色，这台车要150万啊，好不好？先改一下车子，我们看一下，找到了，在这里啊，这里。那我之前直播原本有改过车啦，那因为画质不好，重新再录一次啦，直接改车了。好啦，我们的护具呢，刹车就不改它啦，因为等一下护具，咱瞧一瞧，这个我不想升它的防御啦，因为我觉得车子撞烂就是要有一些特效吧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刹车看一下。刹车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加速功能啊，保险杆有什么？防撞，它有绞盘呢，所以它可以拖东西就对了。来来来，我们直接选到最后面那个极地防撞杆，它有加雾灯哦，雾灯不晓得有没有效果。后保险杆有什么？看起来比较厉害哦。这引擎有什么啊？等级4的话还没有加到满，加速才 4.5 而已。4.5。看一下引擎管。排气管有什么啊？排气管是侧出。成对排气管是直线的。好像侧的比较好看。这应该只是外观吧。这个呢，这是什么？引擎盖。引擎盖。这还 OK 啊，哦，酷，我觉得把这个最后面那个吧，应该差不多这个就可以了。我还是喜欢刚才那个，换一个啊。车灯有什么颜色啊？选一个比较亮的。橘色的车灯，这个呢？这个用全部都有颜色，来一个选个橘色好了。哎呀，不对，我红色的车子应该是红色的灯吧？那我颜色要改一下。啊，这还是我们的涂装啊，涂装，这个条纹还好啊。哇，这是一个美国国旗哦！哦，这是什么雪山吗？高山子民，不死精神，这绿色的，绿色不好看。好了，就选我直播颜色啊，这颜色还不错看、啊，红色配白色。然后我们的喷漆嘞，喷漆就用红色吧，对。它、啊、其实主色调颜色是大概是这样吧，然后搭配它的白色，我觉得其实深一点颜色就可以跑出来，蓝色其实也不错看，我觉得还是喜欢红色。亮金属有什么？看不出来有什么，应该是其他地方吧，算了。防卫生器在哪里？哦，在上面，引擎盖在上面。滚架呢？最好的那个才3900哎，就它了嘛，还可以挡一下后面的子弹，有没有？这个是什么？车顶，车顶的话，还有装一些车顶架，这是什么？放脚踏车的吗？哦，还有放这个雪橇架。色调车顶，可以放东西用的，可以坐上去哦，应该是可以坐上去。侧裙有什么？哦，阿格金的侧裙啊，老流板只有一个可以选。炫吊系统，哇，
低哦，这应该会撞到。改到满就是加速全满的嘛，加40000块，还好啊。轮胎给它强化一下，可以用红色啊，跟搭配它的配色系，应该是 OK。那轮框没办法改，剩下车窗了，车窗是加上一点淡色烟雾。哎呀，走，我们去实际去试车一下，看它性能怎么样。哇哦，出来就是好天气啊！顺便记录一下我的封面。加速很快呢，哦呦，哇哦，就很怕撞到他，你知道吗？撞到他就很尴尬。来急刹，急刹，急刹，急刹！哎呦，这个甩尾可以哦。试看下面的，有没有踩到那个？哇哦！打，卡住，卡住，卡住了！哎，出来，出来！哎呦，什么地方啊？我们试试看它会不会潜水一下。哎呦，它轮子够高啊，水不会进去哦。那前面就不小了哦，我们看一下第一人称，哇哦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我觉得引擎已经泡水了，啊，坏了啦，车子坏了，这台车不能防水，而且我车子里面也淹水了，还不让我第一人称哦。哦，好啦，我们的这台车介绍到这边啊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那喜欢这台车呢，赶快去买吧，先这样咯，拜拜。